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热特效，情人节快乐！去年陪你一起过情人节的那个他还在身边吗？今天呢，我要化身美妆博主来做一期情人节约会兔兔妆。因为是甜甜的节日，眼影要选粉粉嫩嫩的颜色，粉色打底，涂满整个眼窝。再用这个偏红色的粉涂在双眼皮处。最后用这个脏红色涂在眼尾，加重眼尾，稍带着涂一下眼角。眼线介于我这种懒人，眼线一般不画，必须要画的时候只画一半，拉长眼尾。腮红我用一个西瓜红轻打在颧骨处。然后再做鼻影修容。口红选择橘粉色，薄涂一层。好啦，乖乖兔要去约会啦，希望今天的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甜的，情人节快乐。